老太小张学后还是该要钱的太多了，上亿的嘛，经常啊，这里在起那个你妈屋里包屋子你妈三个四个千把万的大几百万是你妈去收面的那里。不是说这还没见没有两百块钱我不太满意啊。两百块搞么子啊，你妈抽的好严重，你妈一百多要求要楼呢，一百呢屋里是要求要楼啊。那要求要楼啊。没有我不要。来可现在呢啊。可啊啊啊啊。这里都是你妈老板看着看你妈走了多少年，你妈小时候就得有钱的，钱五万那你妈多得很，这个钱一息都够了，就这样卖混一天三一天。辣椒要不要的？不要要。大大娘呢带得像山山子海味啊，不见得有我的好吃呢。哎这大的就满了。利息收款37元。这吊的买的买的不过瘾，吊的买的不买的不爽，饭不过小看了你只能吃寿面。哎呀个爸那60面10块钱哪里有那个虾哥啊，那肯定你买那吃不得的喽，那你们买一直买不回来，假的，要不得。你买家都不和，喜欢买的四周，别个都说好，都说我你买这个人蛮适合，那不好都不来洗呢，在别个屋里去洗呢，哎，在别个屋里去洗最好。来，好，一般多少人算多啊？我们哪个晓得的，起码的忙不赢三人多的。哦，现在还是忙一下空一下是吧？哎，我看你那茅台瓶子又多了三瓶了。哎，这茅台都堆不完是吧？哎，好多茅台小张学友。你看一下别人说你啥哈。老子跑了个魔家伙，你妈老子跟你素不相识，包个去码头我还找不到。我的老婆就是包去码头的。我说两句话，我卖不卖都无所谓了，因为我给年纪大了。我也不争抢好多，海洋你买一桶面，你买一家人吃。我还不在海洋区，他小得很，90几个平方，买那大的房子怎么噻？你买还懒得做卫生，哪里有穷的，哪里有钱的都有。只不过是么呢？我们汉城街的这里的，他环境好的集中些。把你改你。哎呦